刘成，你别哭了，以后师姐照顾你，定然不会让你被别人欺负的。师姐给你打水洗脸去。好，多谢师姐。大学热闹，仅只是心力憔悴，我胡须都冒出许多。师姐，我给你送东西。谁寄的呀？什么东西啊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一心，你好，我是正在想你的君卫七。哎，那这些东西，谁爱要谁要，反正我不要。沙洛木只有一个效果，洗髓化功。这沙洛木在何处？玉叔啊，你跟贤侄坐的这椅子就是沙洛木所制啊。我说这屋子里怎么有股药味呢？